開心今天又見到大家啦！咁頭先咧，我哋剛剛就開咗四個現樓嘅示範單位俾大家睇。咁而家我哋身處咧係第八座30樓嚇。咁今天我哋開咗咧，包括係 A 室啦、C 室啦、J 室同埋 H 室，分別實用面積咧係467尺嘅兩房啦，一個細三房534尺啦，跟住一個639尺嘅中型嘅三房啦。咁同埋我哋而家身處嘅901尺，實用面積嘅一個大嘅三房嚇，咁就非常豐富啦。頭先見到咧，其實我哋隻隻積型其實都串串實用啦，兼且咧我哋都好窩心嘅。你見到我哋擺滿曬傢俬之後，其實個實用性咧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我哋相信咧，特別係啲三房啦，我哋相信咧係可以吸引到唔少嘅換樓客，即係尤其是係減辣之後啦。減辣之後咧，其實啲客人咧，其實而家換樓就變咗輕鬆咗噶啦，即係可能可以係先買後賣啊，咁啊亦都個稅務嗰方面咧，佢哋都會係易啲去安排，即係個換樓嘅計劃。咁我哋相信咧，今次咧我哋嘅三房咧，應該都會係備受矚目嘅。幾時會開現樓？我哋現樓嗱，今天就開放咗俾大家睇啦。咁嚟緊嗰幾天咧，我哋就盡量會係俾啲代理啦。啲代理們係先去熟習成個項目，咁就會睇我哋而家身處嘅啲示範單位啦。咁啊，下星期啦，啊好大機會下星期有機會我哋就會開價嘅，有機會啊。即係下個禮拜就開價同埋開現樓。係啦，係啦，最快最快啊，有機會。咁啊，今期係咪個 lift 可以直去樓下嗰個新商場？剛才大家上來的我們其實有一個穿梭 lift， 那一部穿梭 lift 是可以到達到 商場的樓層的，是可以通過那部 lift 去到商場的位置。有其他需要問的？因為我第一張價單會主打什麼單位先？我哋盡量涵蓋多啲户型咧，未必話全部都可以涉及到嚇，但我哋盡量多啲啦，多啲直營去俾啲客人去選擇啦。咁另外就夥數唔會少過188伙啦，即係首張價單。到時會唔會有啲突破性嘅款法？突破性款範法賣個彎子先，下星期我哋都會講噶啦嚇，咁啊盡量係全面覆蓋啦，即係盡量係幫到啲換樓客或者首次置業者咧，我哋係各方面去做啲功夫咁樣嘅。咁應該都係令到啲買家可以輕鬆置業啦。咁同埋我補充少少啦，關於帝景園啦，其實帝景園我哋今個月咧，其實4月份啊，總共嚟講到而家，我哋賣出咗25伙啊，到今天嚟講，咁總共套現咧就超過咗14億噶啦，即係平均咧每一伙咧係超過5600萬嚇，咁個反應都非常理想嘅。咁我哋相信咧，短時間都再有一啲新嘅成交會出現。全部講第三座，有部分二座嘅，二座我哋都賣咗一間大嘅大單位嘅，咁啊，其餘咧24間都係三座，嗰啲大概係1500尺實用面積嘅單位為主。其實都唔多，一客兩成三成嗰啲。有嘅，都有嘅，都有啲客人係即係買兩間啦，好多係同層嘅兩間啦，咁啊主要就可能一間係自己用啦，一間可能係俾小朋友啦，即係住喺隔離啦咁樣啦嚇，咁都唔少呢啲客人嘅。你啲最大手個係買到，即係買幾間嚟？兩間啊，主要兩間，同層嘅兩間。想問第六座嗰度咧，閣樓有個政府樓宇咧，嗰個係咩嚟？你只係手書有嘅嚇，咁我哋補充翻俾你嗰啲資料可以。好。仲有冇其他問題？咁我個平均尺價幾錢啊？帝景園啊，我哋冇特別去計喎嚇。咁就反而個冧心咧，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下個冧心都全部超過5600萬嚇。咁銀碼上其實都算係近期，我都相信嚇大銀碼成交當中咧，帝景園都做得算係唔錯嘅出嚟嘅成績。其實買家係咪大部分都係租客，即係租翻嗰個單位嘅租客？都唔一定嚇，都唔一定嚇，各方面都有，我哋見到。而家內地人同本地客嗰個比例係點？本地客會多啲嚇，帝景園本地客人會多啲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